这种风骨的部分学完了，那今天继续把周期讲完，这是在转职了吗？周年庆哦，欸，可是没有周年庆欸，一年了，那么快就一年了，还不到吧？这个不是去年的手游吗？去年冬天的手游啊。哇哦，干我屁事！我觉得作息比较重要哎，赶快好不好？来下一只，哇，真的好美哦！再来要讲的是魔法马车的一个部分，吓死谁啦？哦，这只也是双人坐骑哦。这只那么热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它里面的坐骑也是非常的多。再给你们看一次，今天至少完成一个任务，来吧。什么鬼迷传说？神仙梦想妖火。雪芙味，收集一下。我现在可以领取金币了。哦，时间过得很快哦。我们这次一下子就可以转职了，而且我觉得这款游戏也算是蛮挂机的啊，传奇作用的游戏啊。添加好友，很久没刷存在了。